左派其中选举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利用堕胎这个议题，他们想要杀婴儿，他们想要合法的杀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道，是在说一位母亲开在 carpool lane， 因为他说在法律上婴儿也是人啊，所以他就可以开 carpool 啊。A pregnant woman fighting a ticket along with a much bigger battle after she got pulled over by police for riding solo in the HOV lane. I can see the signs. It says HOV parentheses 2. The HOV lane requires drivers to have at least one passenger in their cars when they use the lane. But at 34 weeks pregnant, Brandy Batone had an answer for the officer. He starts peeking around. He's like, is it just you? And I said, no, there's two of us. And he's like, well, where's the other person? And I...went right here. After the U.S. Supreme Court overturned Roe v. Wade on June 24th, Batone said if an unborn child is considered a living person, she had every right to be there. I said, well, not trying to throw a political mix here, but with everything going on, this counts as a baby. Although the penal code in Texas recognizes a fetus as a person, it appears there's no language in the state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s code that recognizes a fetus as a person or a passenger. 对，在美国有一个很奇怪的法律，高速公路上的最内线有一个叫做 carpool lane， 或者叫做 HOV lane， 就是快速车道。这个是一条只有两个人以上才可以驾驶的一条道路，目的是要大家节能减碳，鼓励大家不要一人开一台车，最好一堆人坐一台。报道上面说，因为 Roe v. Wade 被推翻了，所以照道理说，孕妇的肚子里的小孩就算是一个人啦、啊。哈，你们这些保守派自食恶果了吧？你们以为小孩也是人？那么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孕妇应该也可以开 carpool lane 吧？Carpool lane 一直以来都是左派创造出来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人想要支持，而且这个想法是很蠢的，而且没有任何节能减碳的用处，除了让交通更糟糕，而且让行车更复杂，没有任何的作用。我本来就不支持 carpool lane， 也不支持 HOV 那种新加坡跟上海一样的那种付费通道。我们不是已经付税了吗？每年不是都有交通预算吗？不是一年比一年的高吗？为什么你拿我们的钱盖高速公路，还要我们付费才可以使用？为什么你还要有 carpool lane 这种规定？而且绝大多数在塞车的时候， carpool lane 也在塞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想法，彻底废除 carpool lane。我认为怀孕的女人应该要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面使用任何的道路。我认为女人就算没有怀孕，也应该可以使用 carpool lane。我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有 carpool lane。我认为最有效的使用高速公路方法，最节能减碳的方法，就是让所有的线道都可以被正常使用。这个就是左派完全不了解我们的地方，跟那个当时好像是 Eric Swalwell， 就是专业中国间谍陪睡的这个议员说的一样。他说，如果你认为肚子里的婴儿是个人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立法，让那些随便跟女人上床，让女人怀孕的男人在怀孕初期就开始负担女人的经济责任。我们一听就觉得啊，对啊，好棒的法案哦，我要怎么帮忙？我要去哪里签名？我们要建立家庭，我们要让男人有责任，我们不要让男人女人有了小孩之后可以随便分开然后弃养。我完全支持这个支持婚姻的制度的法案。我还看到一位左派的朋友在 Facebook 上面说，如果你认为肚子里的孩子是人的话，那我们就应该立法让肚子里的孩子可以当 dependent 啊，就是你每年付税的时候可以少付一点那样子。这太好了吧，对不对？不但你要承认小孩是人，还要帮我减税，这太完美了吧。这就是只要方向是对的，他们就会丢出来一堆以为是要来跟我们呛虾，然后说我们是伪君子，但是其实我们都赞同而且双手赞成的法案。他们完全不了解我们，但是我们完全了解他们。他们认为保守派憎恨女人，然后我们其实也讨厌小孩，我们想要的就是控制女人还有女人的身体，但是这跟我们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我们爱女人，我们爱小孩，我们珍惜生命，我们爱家庭，我们不相信政府。所以他们现在提出还有做出来的东西都只会打脸自己而已。就像其中一个爆红的影片，一位觉醒的自由派的美国女军人，因为 Roe v. Wade 的判决关系
开始怀疑自己对于美国是否应该继续效忠。It happened. It happened. I woke up from a nap to this. On deployment, I woke up from a nap to this news. America is waking up to this news. I just extended my contract to continue serving this country a week ago.How am I supposed to swear to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and a country that treats its women like second-class citizens? How am I supposed to do that? How am I supposed to do that with pride? How am I supposed to do that with love and honor? How am I supposed to wake up every day and put on a freaking uniform that says United States Army when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even give a rat's ass about me? 那你就辞退啊，没人逼你继续当兵啊。这个女的在威胁离职吗？我要怎么继续当兵？我这个自由派觉醒的女人，怎么继续保护美国啊？那你就不要当兵啊，谁逼着你当兵？这是威胁还是承诺啊？不要用天堂来威胁像我这样的基督徒，没有用。我爱天堂，滚！美军不应该用你这种不爱国，然后想要杀小孩的神经病。当一个军人对于自己保护的国家开始产生疑问的时候，就是应该被开除。这个最搞笑的地方是，他在把想要叛国这个想法放到抖音上面。一个中国共产党创造出来的间谍 APP， 你快滚吧！如果一个军人有了叛国的想法，不管是不是为了杀小孩，还在中共的 APP 上面发表文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还有资格待在美军里面。照道理说，他应该要接受军事法庭审判，他至少应该要被开除，而且废除所有当军人的 benefit， 而且去一个他想要去的地方。跟古爱玲一样，他想加入共产党的话，就去一个共产国家。美国不需要这个样子的人。保守派一直以来都不支持女人在军队里面担任战斗的职位。我们不反对女人从军，但是觉得女人不应该在一个战斗的职位，因为会变得很乱，对一个国家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军队原本就不是为了个人人权而存在的，军队是为了要保护国家的。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是要抵制个人欲望来为国家牺牲，所以这些左派说要威胁离开军队，我觉得很棒啊，就跟刚刚提到的 carpool lane 的东西一样，他们以为我们会很生气，会很愤怒，会起来要跟他们一起抵抗或什么之类的，不会，这就是我们要的，这就是我们希望的。跟这个比起来，有一位退休的三星上将 three-star general。叫做 Gary Velasquez， 他回应了 Joe Biden 的老婆 Jill Biden、他被停职了，只因为他回 Joe Biden 的推特，而且也没有说什么跟他吵架，也没有说什么之类的。Joe Biden 说，快要50年了，女人可以为了自己的身体而做决定，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权利被偷走了。虽然我们会被这个不正义感到难过，但是我们不会闭嘴，我们不会看着这个进步被夺取而坐视不管。所以这是总统夫人在那边碎碎念，说这个美国女人以后不能杀这么多小孩了，还是可以杀小孩哦，只是不能杀这么多了。然后这个三星上将只是回 Glad to see you finally know what a woman is， 真开心你终于知道什么是女人了。因为左派一直在说保守派的人闭嘴，你们根本不懂女人，而且你问他们的话，他们也没办法回答你什么是女人，因为现在变性人的议题关系，现在Roe v. Wade 被推翻了，他们就突然全部知道什么是女人了。这个军官把他留言内容删除了，但是还是被军队停职了，因为他开了一个小玩笑。同一时间，这个女兵可以在中共的间谍社交媒体上面说，我无法对美国效忠，但是那样子的女人，这样子的叛国罪的女人还可以继续待在我们的军队，这里有任何的逻辑吗？这就是现在的社会价值观，有两套完全不同的法律，一个给自由派，一个给保守派。如果我今天开始出去乱打人，偷 Nike 的鞋子，然后对警察丢汽油弹，我会马上被关起来，而且关很久。但是
BLM 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的副总统会保释他们出来，让他们继续犯罪。左派只有无止境的敌人，无止境的抗争。如果没有敌人的话，他们就会自我吞噬，自我毁灭，而且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民主。建国国父 John Adams 说，民主从来不长久，很快就开始自暴自弃，最终自我毁灭。从来就没有民主制度没有自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的是一个法治的共和国。这就是为什么民主最终绝对都不代表自由，民主最后一定会自我毁灭，完全的民主只会促成暴政跟独裁。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从来就没有提倡过民主这个制度，因为圣经知道只有神的律法才能带来自由，任何政府的制度没有法治管理都会带来压迫，而圣经就是我们应该要来建造政府的方式。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Ethan， 更多美国情报请持续关注 AI News。